这个召会的历程，也就是召会的历史，也就是我们这一帮人，就是我们这一帮扩而大之，就是整个的召会，在它分的小的，时间上小的，空间上小的，这个把它缩小了，就是花莲教会。啊，假如加上花莲，台湾所有的地方教会就变台湾岛的教会，再变很更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所以从历史来看，时间来看，从空间来看，这个我们这是一个性质的，性质是一样的，存在在这里是一个目的的，也是一个内容的。什么目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以个人的观点来说，是因为我原来是罪人，我将来到审判那一天不得了，我要丢到火湖里，所以主来拯救我们，这是都是时代的。但是呢，以这个整个召会的观点来说呢，它实在是神跟撒旦中间的那个属灵的征战的一部分。神造人要有他的形象，然后要借着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就叫这一帮人外面有神的形象，里面有神的生命，他就跟神连条为一，神就借着人在这个宇宙里来通管万有，并且呢借着人在这里，这个撒旦呢就在这撒旦背叛的宇宙里面，这个神得着了高举了，因为神得着人了，所以撒旦就偷偷地他跑进来，用蛇的形象要来得着人，结果他成功了。所以从亚当后代以后，通通这些人通通变成罪人了，通通有了蛇的生命，蛇的性情是毒蛇之种了，所以就把神呢把他赶到外面了，这个地上的国变成黑暗的国度了。所以神要拯救他，就先自己在他儿子里面降生在地上，成了主耶稣，成功了救赎了以后，就要借着他的福音得着人，得着一个撒旦就失掉一个子民，得着一千个他就撒旦就失掉了一千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在那不断的扩展，也就是把撒旦的国度赶走出去了。所以一直等到末了，他最终啊，我们的神得着了胜利，这个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说到这个扩展呢，就是这个过渡的这个时间历史的这个过渡里增长的一个东西。那么一面说我们这个人还不容易扩展呢，还不容易有什么很多的难处，叫神没办法做，但是那些东西实在用属灵眼光来看，都是撒旦来做，要我们落在己里面，用天然的里面，天然里面，那就是所谓到了后来就是像天主教一样，一面说哇全世界都是这个神的国度，其实啊哪里是神的国度，因为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地位，连教皇在历史上有很多还不是得救的人呢，所以中世纪一千年的时间是黑暗的时代了。所以真正的就是教会的国度，就是满了神的生命，满了神的生命，然后就在这个生命里来扩展。那么撒旦也就是利用人天然的生命，里面有野心的，有这个这个地狱的观念了，有很多这个宗教的这种观念了，就来限制这个人了。所以召会啊就受压制，那么就在这里很多时候神呢、啊、
就突破了这个界限了，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扩展。所以在这里，在这扩展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一，它是先把这个耶路撒冷呢、大刀逼迫，大家都活不了了，住不下去了，就往那四围去了，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过平安日子了。然后就借着腓力啊传福音到了撒玛利亚去了。然后又借着这个腓力啊，圣灵就用了，结果就到了非洲去了，得了非洲的黑人了。所以一步一步啊，来往前，然后最后我得到保罗。哇，这个保罗真是，他是最反对基督的人，他确实得救了，神就用他来把福音传到啊，那个时候他的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地极啊，这个就是到了罗马、意大利，再到了西班牙，这个福音要到了那一些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教会的历程。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领会这一些事，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在这里读过以后啊，一点一点我们稍微能够了解一下，到底每一个部分神要突破的是什么东西，能够了解一下啊。这个突破，第一，离开叫这个耶路撒冷，本来五旬节在那里，哇，一天3000人得救，另外一天5000人得救，哇，那个非常厉害的时候，他们肯不肯逃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他们都不愿意，就过这个非常喜乐荣耀的日子。那这一个，所以神就许可这个逼迫来到，像一个大石头丢在河里面一样，湖里面这个水哗就往外去了。那么所以这样呢，就把你不肯跑，你也没办法不跑了，因为如果你留在耶路撒冷，可能呢，他们就要抓住你。像这个大树里扫罗这样的年轻的人，恐怕还是非常的多啊，还是非常的多。所以他的第一就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大家容易接受一点，因为是半犹太半外邦。我们上一次就交通过了。当时这个在这个历史上，这有这个那个时候古代的君王打仗，把这一个国家打垮了以后，他就为了防备这个国家再有叛变，就把差不多大部分的人，特别那些当官的、当这个主要的这个责任的人呢、通通给裸到外面去，然后再把外面乱七八糟那些没有钱的啊，是什么穷的有什么都搬到这个地方了，混了到这里，就叫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再来反抗，再来这个被建立起来。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就是在这一种的那个历史里面出来的，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也说不定是哪一个种族里就合在一起了，就合就，感谢赞美主，主借着这个，这个腓力啊，还有别的，就带了很多人的救，然后，又冲破种族的这个限制，就到了非洲了，伊索比亚那个太监，叫他得救。感谢主，这样子一步一步，然后就接着保罗，到了把福音带到很多的地方。在这个进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呢，神对我们到底是什么心意呢？我想，
我想呢，我们需要从这里来学到功课，也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你如果不是生病，你如果不是软弱，你一个年轻的人长大了以后，他一定会生孩子，孩子多了一定要这个家到了这里住，那这别的孩子到那里住，你这个家族一定是繁生了，一定是繁生。教会如果不繁生，他一定这个里头我们自己里头是有问题了，属灵上发生问题了，没有这个动力了，他就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往外边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我们该有这样的，不要光听这样的历史的情形，我们要看我们的情形。今天我们在花莲，应当至少主给我们这个有这一个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了、我们把花东这一带啊接受了负担里面，只要有来得及的，只要有功夫的，我们彼此帮助。叫寿丰，叫吉安，叫凤林，慢慢的扩增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各处都能够，应该是这样。那么非常感谢主呢，就是当这个台湾整个福音工作在这里往前的时候，带头的弟兄们他们都很有这个扩展的眼光，他就不断的有安排，有这个每一个主要的教会啊都有附带也挂着一些的地方在那里那个扩展的责任。比方这个印度是新竹斯里兰卡高雄花莲到哪里啊？菲律宾。我们要在有人有负担在哪里去给他们帮助。如果我们不帮助，到后来我们需要菲律宾来帮助我们了，他们比我们更强啊。他现在是500个那个马拉翁的会所，500，真是求主怜悯。如果他们抢，我们也抢，合起来，他们那个在这个刘志成弟兄开展的时候，他在的时候就600多个召会，是不是啊？600多召会，所以我们真是很惭愧啊！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心情，给我们这样的负担。我们读者一个愿意借着这样的2000年来古圣女他们的努力为主摆上，我们不舞他们的脚中了。做一个科长的人，好，我们就两两有一点点祷告啊。